Kevin Ren 收集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谢谢 DJ 送的 Love。谢谢上庭送的 Love， 南泥蛙送的 Love， 大家晚安。谢谢 Alex Yu 追踪 ，Hello 易德，晚安。哎，易德今天不用补习吗？阿丹晚安，思源晚安，俊莹一二三晚安。谢谢上庭送的医用口罩哦。思思奔思源送的运动帽，俊颖晚安。话说安安都会去查应援区的水表，没有，因为我就看到刚好有现实动态就点进去。Hello 科科，科科，我看到你的那个IG 上面写说，把 IG 载回来是为了让安安查水表。今天小助手有在吗？有，今天有在，在旁边。Hello， 玄阳家勋小羊，北腿傲山龟龟乖乖游戏游戏，什么 IG 超棒，应援的吗 ？Hello Apple 手套 ，Hello Hello 晚安，小杰 Tomo， 谢谢 Alex You 送的 Love， 我今天在家里。做被老师退回来的报告，可能等等就要挂听的。好，作业加油加油。Hello 卡丘，谢谢玄阳送的 love。晚安。哦，谢谢 Alex U 送的撩一下，谢谢。Hello 史托尼单细胞，钢铁韩粉，晚安晚安。谢谢卡丘送的金曲歌手选票，应援我自己也在啊，我自己也在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谢谢爱听唱歌客，爱听唱客家谐歌的追踪。Hello 玉安。七十二是企鹅，苦味羊奶。开门。Hello 易德，谢谢易德送的 love。断破音，我不知道什么键。嗯，卡网。嘿，等等。等一下再加你 IG， 好，这边是 IG， 今天有反吗？应该是正的吧，这里，欸，这边也有，就是荧幕的，应该是左上方，特别难忘，公司有发四重水歌其实没有，我没有吃过那个，欸，感觉好像蛮不错的，谢谢 Alex You。现在有点像紫萱拉一下眼角，认真，干嘛？认真。紫萱前面是凤眼，啊，紫萱前面超级超级有气质的。Hello， 还没想到。嗨嗨，偷拉，对，偷拉来了。Hello， 内内，棒，塔瓦哥 ，Hello。好，易德加油加油，低调再低调，谢谢 Alex U 送的 love， 还有 Kiss 啾啾，欸，是 Kiss 啾啾吗？ Hello 杨雄，谢谢空白送的运动帽，还有运动帽，小杰千剑千晚安，萱萱晚安，黄鱼晚安，七十二是企鹅，晚安。是在哈喽，下卡木伊哈喽。大家吃完晚餐了吗？现在晚上八点。这什么？
吃了，今天吃完了，今天是爸爸自己煮的晚餐。季风亮一天凡晚安，巧巧算晚安。Tomo 好意，自己煮吃饱了。好，你们吃什么呀？是怎样？那杯是胡萝卜汁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哎，就是一杯，应该是果汁还是什么蔬菜汁。浩逸晚安，阿杰 YH，Hello 齐慧，小慧，晚安。爸爸厉害耶，对啊，我们家的家事都是我爸爸在做的，然后早上叫起床也是。小慧，你吃晚餐了吗？新野人 ，Hello， 我也会做，做晚餐吗？你们拿手菜是什么呀 ？Hello， 蛤蜊全开，陆岩吃完了，你吃什么？你吃什么 ？Hello， 浩浩。爸爸早上吹哨子喊起床，没有，他是开门，然后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佳佳起床喽，然后大喊，然后就然后继续睡。切尔东 ，Hello， 随便煮能吃就好，随便煮能吃就好。安安今天开到几点？今天开到十点。我最爱煎鸡翅膀。鸡翅膀，我鸡的部位比较喜欢吃鸡腿。九蛋 ，Hello，Hello， 简志宇，天哪，好，没关系。玉昌，水果不要再飞出去。我看到你们捡的金，为什么我的？会被拉走啊？今天礼物会飞吗？不会。宽宽晚安晚安。Hello 天天 EP， 谢谢 Alex You 送的 Love。你们真的很坏，捡那个礼物就就然后就不见了。Hello 变成新鲜柠檬。等等，期待精华。我尽量今天不要出一些插曲。谁叫你每次开播是每次是股，我也不知道啊。Hello， 熊妹。Only Alpha， Hello， 谢谢熊妹送的金曲歌手选票，谢谢熊妹前辈。Hello Miso， 落日一笑，看看你这样都很怕水果会飞，因为我每次都吃水果的，然后用叉子，然后应该今天不会啦，应该。什么安定事故？口白，上次不是讲过了吗 ？Hello 逍遥，晚安。Hello 北极星。谢谢 Alex You 送的金曲歌手选票，我会叫你 Alex 就好吗 ？Alex， 要不要撸猫一下？好啦，我柜子刚刚是拉开的，然后它就一直跑进去。我消失在镜头前方了。等一下 ，Are you OK？今天你会不去吗？不会啦，应该不会。好吵哦 ！Hello， 严冬茂 ，Sikumake， 陈家树功夫是杀人技。小助理还好吗？他应该刚是被咬。草莓奖，北斗雨绿。
欸 Joker 我知道你是谁了。Hello 草莓酱晚安，点五好吃，真的这点五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很甜。龙骑士 Hello 晚安。小鸡 Hello 有什么水果你想吃？甜的我都蛮喜欢吃的。我们就让林一前辈喊口白。谢谢花生糖分享的直播间，晚安。小番茄，你说那个吗？偷吃的部分没有，因为我想说会不会到时候要微波便当，然后现在放进去热的会不会番茄烂掉，所以我就先吃掉，然后到时候再放新的进去。等一下，现在是断掉吗？断掉了，傻眼呢、欸，傻眼。Hello Lucky Boy， 什么什么？没事，就刚小助手拿了我学校的运动裤过来，然后呢，裤子里面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那个，就是那个可以拉紧松紧的线，然后我刚看的时候它已经变这样了，就是对断掉了。干什么？偷懒干什么？什么东东？学校的裤子。鱼鱼 Hello 夜路石骨甚至死亡，对，他死亡了，他被咬断了。因为每次通常在都事故欸。先去吃晚餐，好 ，Alex， 拜拜。T 恤哥阿翔。真的就是猫咪的树，真的很爱咬，而且很喜欢就是吃塑胶袋，然后就是塑胶袋放旁边，然后呢，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塑胶已经少了一半。这塑胶袋都要收好，没办法哦哟。可以看猫吗？猫吗？刚被赶出去了。如果它等一下乖一点，它可能会再回来。晚安，阿翔。Hello， 小易，事故最棒了。没有，不要事故满满。等一下，这是广告哎，我刚才在听广告。小心又被咬。最近好像被咬的频率比较少一点点，可是你被咬，哈哈。Hello， 生生堂。现在问一下，现在有几个人在播啊？很多吗？好甜。哦，生生堂，你的头贴好可爱。七个，哦，南泥蛙阿龟，默默，我想想今天要干什么，今天要做什么好嘞 ？Hello Karen， 是这七个里面最强，不敢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是我婆吗？我吗？我知道啊。可是我才是正宫哎、欸。阿贵晚安，切尔东晚安。为什么我今天一直破音？吃过喉糖什么的，反正，
它的 skill 网里面一个就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是以正攻人。Hello 张志祥，不要用力讲话，是感觉轻轻讲话会。哎、欸，我有听小助理说，我的直播台的声音只要转很大声才听得到，我讲很小声，那你就要转很大声，那这样声音会沙哑，不行。How are you? Facebook. Hello， 剑客。军友，上田来这边抢博的。严冬茂，谢谢严冬茂助阵追踪的主播，真的很大声音，也很清楚，真的吗？好，谢谢柯柯送的看好你哦，我看到你的 IG， 然后。现在是改成什么主推安的什么握手会已经没了，哎呦，燕林奕晨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新野人 ，Hello， 晚安晚安。白的话我不要，才不要呢，我才不要呢。那我发现我今天刘海有比较多一点吗？好像其实看不出来，好笑，我看不出来。Hello， 萱萱是会不定时选，没有，因为你是好像前两天才刚追踪我嘛，然后我就刚好看到。可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看到磕，然后主推安的握手换没了，谢谢你。Hello， 奶绿草地上的祥玉 ，Hello， 所以只要攻略安就等于攻略丽卡了吗？不好说。我直男看不出什么。那我把你抢走，一阵会跑过来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谢谢男妞啊送的看好你哦，有点点多。我今天有去那个哎、欸、梦纯前辈的台抢红包，刘海做了什么？有点多哦，对啊，真的看不出来吗？我昨天多剪了一小撮，这好像真的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刘海，还是很少。我又想要剪厚一点，不然好像就有点少。剪一点点。听说某某台很多红包，对，好像刚刚是谁？渐渐发红包，虽然我只抢到一个而已。说真的有点难看出来，真的吗？你觉得他今天比较多一点点吗？比平常多一点点。Hello 内内，对啊，减一点点，就是大概这样子的量吧。可是弄到中间就会变得比较多。说真的有点难看出来，但不看不是很确定，但是不确定。没关系，然后这些图比就很明显，是吧？今天真的比较多一点。你刚那 Joker 被我吓跑了，好笑。小助理帮翻译，借旁边的翻，没有，他是拉后面的来到前面剪。哦，烦呢，那个头发的问题。
我刚有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，但我现在找不到哪。精彩瞬间影哦，这是截图的部分啊，原来如此。Hello， 简志瑜 ，Chiara，Hello， 但是直接看可能需要比较细心才看得出来，原来如此。拉到后，拉后面到前面了。对啊，因为之前那个发型师姐姐她就说，如果你想要把刘海剪厚的话，要拉后面的，拉后面头发，拉前面剪，因为。我刘海太少太薄就会很难卷吗？很容易就塌吗？我就也吗？我就烂，我就头发少是吗？你看我刚才看到一个东西很酷的，可是我找不到了。变成新片柠檬，点一个赞。那真的是，我就眼皮啊，眼皮啊，我常，哦对，讲到眼皮啊，我很常那个哎，皮啊眼。就是拍照的时候很容易被忘拍，然后大概二十张有可能七八张都是皮牙眼的状态。就谢谢命送的玫瑰，晚安 ，Vagir，Vagir， Hello 天天，我也常这样，就是跟摄影师对不上频率。晚安。谢谢新眼人送的玫瑰，幸好都不拍照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。我对自拍很不拿手哎，可是别人拍的好像要看人拍，有些技术好的人拍就还不错，可有些就哦哦。只好找小帮手了。哎，我版面上很多照片都是小帮手帮我拍的。哦对了，然后那个生写真，我应该这两天内我会发文，对，因为我还在选照片，要看哪一张比较好。因为我觉得我那天拍的时候状态没有到很好，所以我自己自就是我那时候是请谁拍的，嗡嗡还有玲玲吧，我觉得没有到帮我们拍，就是拍给大家看没有到很好。不要选，我都全都要，不行，那要放在版面上会不好看。这是什么？苦味羊奶 ，Hello。嗯，那是谁？这样是照片的部分。还好都不拍照的吗？哎，刚刚，对啊，上庭都不拍照的嘛。Hello， 杨雄，歪嘴笑，怎么歪啊？补的，会有成员在游戏里面会在直播打游戏吗？我会拍照啊，我前几天什么时候啊，我什么时候前阵子我下载了那个，哦，我三月七号的时候我下载了那个 PUBG， 我在想到来念 PUBG 还是 PUBG 欸，怎么了，下一粉丝，汪汪有哎，哦有，是有让我瑞婷玩 Pokemon 啊，宝可梦是对不对？你们组长异世界都可以吧，听得懂就好。原来如此 ，Hello 北极星 Happy Love，Hello。
大家晚安。今天是星期二，17号。Hello， 小野庄。司机对。我还在研究中，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敢直接就是上线去跟其他玩家对打。2024年阿努纳奇 ，Hello， 为何被小醉卖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刚从就说你看这个，然后就他说叫我，然后就变那样了。等下是密码登录错误吗？为什么进不去？为什么当掉了？你喜欢射击游戏？对啊，我对养成游戏反而。不擅长，我喜欢实战类型的。不会啦，到处去找人火拼就结束，因为我玻璃心，我怕我输掉，我会很难过。我就好看，对吗？忙的人只玩养成游戏。自己的不会晕吗？要练，我一开始玩的时候也很晕，可是。习惯，嗯，志伟 ，Hello， 志伟 ，Scott， 突然想咳嗽，我是被口水呛到，为什么荡掉了？怎么荡掉了？重新开，还是因为不能从一那个啊，放音乐再放那个，那你先放，我愿意，我心态炸裂就炸裂了。我会蛮气的，就说，哦，为什么我又输了？没有吃鸡，而且我上次玩那个宝 Fortnite， 然后我发现我不会开门，然后我就被毒圈毒死了。忙的人是什么都不玩，我好像蛮，因为我最近其实蛮少玩游戏的。你会玩电脑的射击游戏吗？尝试当中，就是我还没，其实没有开始玩过哦。我上 Fortnite 有射死四个人，可是没有死，被毒圈毒死。我都不会这样想，反正我就烂，对我就烂，我就没办法吃鸡。随便，就是上 YouTube 上有那个 AK48 合集，你就点下去，然后就开始播了。暂停，好，用你的，我要来我的吃鸡之旅了。难怪打不了密码，原来是输入错误。据点，谢谢低调的灰原哀送了医用口罩，谢谢陈家树送了 kiss， 啾啾啾啾，我只能物理吃鸡。直播到几点？10点。咸鱼 ，Hello， 晚安。什么是物理刺激啊？谢谢 Alex 送的医用口罩 ，Hello， 你回来了。那我等等也去玩好了。真的吗？电脑版的我真的没有玩过。啊，进来了。哎，我今天没有开嗓，我发现不行，等一下会破音。吃好快。哦。啊！等等，只好去2X世纪买一只鸡来吃。你说吃真的鸡吗？回来的。天哪！不要吃太快，会消化不良。虽然我好像吃饭也蛮快的。物理吃鸡哦，拿撸后都用嘴巴吃的意思。我想说什么东西呀？不是那个有一家美式卖场吗？它的烤鸡很好吃。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应该知道吧？那家超好吃的。拿路后都对啊。燕子 ，Hello， 还好我刚吃饱。苦味羊奶 ，Hello。Costco， 对，就是那一家，真的超好吃的，我很爱。我要直接开始吗？我会害怕。
我怕我进去落地成盒。嗯，我现在总要进，好，加油。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队 ，Hello， 不要是啊 ，Hello 郑佩玲，哎，对不起郑佩森，佩森 ，Hello， A 七二路，我很念二路 ，Hello 尤一鹏，尤一鹏，田中麻油饭 ，Hello。Hello 双言玉安送了玫瑰，谢谢你。安安今天穿法语的衣服哦，又是一件外表好看就直接买的衣服呢。对啊，就是去日本有一家就是平价服饰，有点像，他没有平价吗？就是少女们在涩谷元素会穿的衣服吗？就是少女的衣服那家WEGO， 这样子没有直接讲出来，就是威格。Alex 说，玲玲跟安安谁比较大？我其实我大概快要一岁，八个，我大概八个月，我是十月的，92年，他是93年的8月10号，对，我大10个月，哎，啊？哎，10个月耶，我的数学。对不起，我刚刚眼睛突然瞥到。佩森，谢谢 X 送的 Love。刚刚杰星的传人，我眼睛瞥到啦。你怎么现在不能去？对，佩森说这不错，真的吗？他边边还有那个哎，绳子可以。绑蝴蝶结吗？看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吗？Hello， 志祥刚才看某某直播，对不对？某某前辈的直播。Hello， 金界大叔，小易，北极星，晚安。Happy Life 刚刚讲的什么？哦。如果一盆我是美女，你也照买吗？我不敢买这种衣服哎，很羞耻。怎么？我是帅哥，我是美女，我就烂，我就帅，我就美，完全买不下去。零零年纪好像倒数第三，倒数第三。你说，哎，不是吧？你说整个团吗？被发现，因为我刚好去抢红包。Hello， 幼英晚安，谢谢 X 送的幸运四叶草，我就安，哎，这好像不可以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可以，可是你都看不懂在写什么。我如果他是写一些不 OK 的话，我会看得懂的话就不会买。可是通常这种少女服饰店应该也还好，不会写太夸张的。谢谢金佑送的看好你哦，我觉得我就安应该可以买，我穿不出去。咦，电脑怎么刚才摸起来粗粗的？生蛋踢我就安，哎，好像可以耶，这么快就生蛋踢吗？我生日10月9号。Hello， 尤伯成，应该没办法，他骂我大滴滴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后来我就。抢红包而已，抢一个，然后因为前面两个我没抢到，我就算了。我看看我是帅哥，谢谢。我买不下去，太羞耻了。好了，我要直接开始了，还是我要先训练一下好了？算了，直接开始好了。哦，好可怕哦！电脑版的第一次。对啊，好像有点不好，对不对？我就便宜。
自己想去给安安抢抢红包吗？怎么配对这么久？是吧？这就是文字的部分不太 OK， 因为安安就是便宜，搞什么？Hello 御饭团，那是饭团吗？对。确定？这网络问题。Hello 南野秀一，考虑中午还要抢票，像那个对不对 ？Mini concert。谢谢饭团送的贵族玫瑰，谢谢你，安安开心最重要，我开心最重要。等一下，哎，我进来嘞，好可怕哦！先练习一下打人，冲来！物品，打你，好难哦，哦，头晕。这次不能请你写一阵的圣诞卡了。哦，对啊，哎，我还没交给钱，然后上庭就私讯，哎，是你吗？然后就说有空可以帮我写一下吗？是那时候什么、啊？一阵 ，Honey， 为什么只有一个人 ？F 开启门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啊？我不是玩四人的吗？好奇怪啊！算了，随便的。Hello， 一晨，新野人送了 Love， 谢谢，给小朋友带回去。我可以直接送啊，直接写，多有心意啊！直接，还不用怎么跳？哎、欸，按 F， 酷。哦，谢谢志祥送的真情告白。我要下降，我要掉哪里？这是哪里啊？医院，这医院感觉人多。人生第一次电脑版吃鸡。谢谢 AB Play 送的 Love。怎么下降快一点啊？好酷哦！哦谢谢南妞送的 love， 等一下，刚刚突然太多，谢 Abby Fly 送的心心相印，赞，恭喜南妞升到青铜28，哦，我想要问你，为什么我明明就送别人很多钻石，然后我的那个等级才怎么拿啊？这个我的等级才15，对啊，为什么我明明送了快600颗钻石哎、欸？往下感觉有点什么角度，往下按了。家嫂 ，Hello， 家嫂。那个哈，可是为什么小慧送一点点他就13了？这是什么定律？一根上你就上你孽缘开始，不够多吗？真假？可是小慧送一点点他就13了，为什么？是不是让 life 歧视我？哎、欸，侦测到网络延时，所以我要躺机了吗？对，火箭就知道。嗯，有做任务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只有送礼。哦，这网络那个。看一下你也绑定你送多少就知道，我看看呢。好，对不起，没事。
说不定小慧偷听我的，可他上面的那个钻石没有选，我不知道等级怎么升，一阵撒叫一下就升等，撒叫一下吗？丢一只火箭就小慧拉开距离，不行，太 over 了，我是学生，我没那么多 money money， 这是什么？哦，这网络好那个哦。这网络是否太那个？有的有的有的，那我撤走了。Hello， 哦，谢谢家嫂分享直播间，谢谢家嫂送我们医用口罩，谢谢科科分享直播间。你怎么？嗯，那就算你这样的对。明天看仪征的等级，就仪征仪征仪征，会比我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剪？这好难玩哦！等一下，明天可以来看仪征哦，我战胜。我明天要重补修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救命！救命！然后网络那个，我等一下零级杀，我直接成盒。谢谢新野人分享的直播间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是我没有子弹的，为什么？完蛋了，我要被击杀了。好难玩哦！哦，平底锅，平底锅，平底锅杀手的部分，像我不是。无敌。虫子蛋什么的，有脚步声，真的吗 ？IKEA CP 组起来了吗？我那天有跟一真讨论要什么 CP， 他就说，不然你们想。这是什么攻击？对不起，我不是 Chaco Taco， 没有那么神。哎，大家知道大家知道 Chaco Taco 吗？我知道你不知道啊。你的子弹都射在我心里了，这么撩吗？昨天啊，昨天晚上就是我发文前，我跟他说：“你觉得这文 OK 吗？”然后他就会说：“你觉得那个粉丝 CP 要叫什么？”还是我问他的，其实我也忘了。M4 哎，帅，最喜欢 M4。哎，怎么了？谢谢科科送的玫瑰，谢谢扎小送的玫瑰。Hello， 齐心徐熙，谢。Hello， 金界大叔。因为那是昨天的事情啊，安安是不是有施压起来一起去看？就我刚刚看超多查水表，真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只会跟他们分享而已。哎，我会跟玲玲那个哎分享说，哎，你觉得哪个前面就是他不是喜欢那个吗？为什么捡不起来防弹背心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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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是喜欢那个吗？美猴前辈，因为我有一次刚刚在打简约的时候，我说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个前辈，他就说，哎，真的呀，她好漂亮哦。然后结果我讲完回家，他后来又来私讯我，他说你今天说那个前辈叫什么名字？刚刚看到34个，真的吗？我那天问熊妹，我就说。你都直接看了，他说对啊。怎么开门？狗狗走路。我前几天玩的状况下是连开镜都不知道怎么开。狗狗上楼梯。
小说晚安。那 TP 美红红呢？林姐，林姐前面超正，可是林姐前面的时候有点呛呛的，很可爱。艺术，艺术，剪掉，剪这个，这根是什么？冲锋枪的补偿器，不需要。怎么拿枪？这根是，哦，有雷耶，好的，假拔啦。这样音乐会不会太小声啊？好晕哦，嗯。Hello, one day. 怎么了？反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了。为什么？谢谢科科送人气泡泡。那天我送了 love， 爱哲指的阿哲 ，hello。所以今天是变成到我看我吃鸡了，我看有点母汤。满满的枪声。Hello， Tiara， 你今天是为了避免事故所以打游戏吗？没有，我想说，想说可以来做点别的事情。那有安安就很棒，真的吗？谢谢你。Hello， 田中豆地王，健健。哦，谢谢健健，我刚刚有抢到红包。狗走路，上去上去。刚刚是有人打我。有人呢。我是不是该下去打他？哎，我看到了。哦，那是一朵花。等一下，我看错了。这样 OK 吗？哦，怎么办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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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暗恋罐头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我想看事故，可以学我来个游戏实况。我现在游戏实况是要讲解的情况吗？我现在呢躲在一个房子里面，因为我刚刚听外面有枪声，非常的大声，所以呢我们以保险起见，所以我们躲在房子里面等待敌方来袭，并躲在角落蹲下。怎么蹲下呢？哎，冲刺嘞！等一下，他自己冲刺了。要怎么让它停下来啊？自动等，它自动奔跑，它怎么停？梁志成 ，Hello。刚刚对啊，我刚专门去抢红包。哎，今天怎么那么多响雨？奶绿草地上的草。的相遇，先拿枪。可是我的人他一直在跑步，哎，要怎么让他停下来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你要播什么 ？Jump 的，你播看看呢、啊？哦，外面好激烈、啊，真是激烈！可是我都没看到人啊，是我眼馋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如何蹲下哦。
G。Hello， 古早古早味，人品君。啊喂，换小助理来直播好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好啦好啦，我就这边挂机。来来，我们来聊天。还以为事故，换小助手直播，我没发现不到。发现得到好不好？明明就长不像，声音不像。讲到这很开心，真的。你在嗨什么？你要说吗？说什么？怎么了？新野人 ，Hello，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了吗？啥？对吧？你看手套也问号，要说什么？今天是莲雾，对，今天是莲雾，这颜色蛮漂亮的，酒红色，是酒红吗？就是比较深色的。我没有问一下吗？家嫂跟柯柯是同学吗？还是朋友？哎，我被打了哎！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我要死 ！Help！ 人类。我被打了哎！我没有看到人啊，我们先趴下来，然后呢补血。被发现了，是朋友，我推家嫂来看。欸，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黑金刚点五。欸，是吗？真的吗？好像是欸。谢谢田中豆芽送的 kiss， 啾啾啾啾。Hello 水锤，明天快点看小醉，真的吗？哪里？哪里？怎么了？冠宏跟翔宇是朋友，哦，是最新认识的吗？还是本来就认识的？哎，不知不觉剩下了32人，今天是机器人局吗？为什么我的血还是不是背包是 I 对吧？怎么用饮料？算了，先走。嗯。一二三跳，冲啊冲啊，去去死死死啊！完了，我剩一滴血，谢谢大家。因为以真认识的，哎，我死掉了，我第16名哎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没有配对到那个，我没有配对到说跟其他人组队，我是自己玩欸，好笑。我想说刚刚怎么没有队友？Hello， 尾鱼安安安安安安。我跟快乐爱是朋友，欸，因为 TTTP 认识的，原来如此，就是追星认识的呀。基思阳 ，Hello。嗯，回来做报告，心脏状态，我还炸掉，哦，还爆掉。一德辛苦了，我懂做报告的苦。我前几天写那个，欸，就是我们暑假作业有那个，就我们就要写那个中学生网站上，还要写1000字的心得。结果呢，我有被老师选中说要上传报名比赛，结果那天刚好在练习，然后我以为是晚上12点前上传就好了，
结果呢是中午12点，所以我的报告就白写了，谢谢谢谢大家，真的，哦，气死我了。领取，那怎么领？居居，真的，如果你跟我玩，因为我罐头，不要这么撩好吗？谢谢祥玉送的 love， 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我这很容易破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。扎明丽 ，Hello， 谢谢尾鱼送的 Love， 谢谢。写什么心得？就是以前超讨厌，就是心得阅读心得报告，超讨厌写中学生的，真的一直写写有什么用？我想跟小飞道歉，那天害粉丝的吓到他吗？有吗？你有被吓到吗 ？Hello， 手套说，那天和一些粉丝吓到他，他说一团人，然后看着你，然后就现在把同学，哦，同学加油。聊冠红，真的冠红一直，而且是立即发响的吗？这么撩，我发现是好像我网络的问题。如果我刚刚网络是100%流畅的话，我应该是可以吃鸡的，我相信。谢谢詹明丽送的金曲歌曲歌手选票。事故系一级荣誉毕业的事故偶像周嘉安，什么事故系吗？哦，对，讲到系，我大学想要考，讲了一个不可能会考上系，我想念法律或者日文，就是这两个选择。可是法律就顺其自然了。小乔乔摩尔，晚安，谢谢你的追踪。想去跟，这就是意外。好，上庭拜拜，先去忙着挂听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家嫂送的金曲歌手选票。小乔乔们，周安你好，这个欸，很少人会叫我周安欸，所有同学会叫我周安以外好像很少人要，一定考上。我也觉得很累，我看他们一堆法律书都超好，法律系不知道，就对法律有兴趣，不然就是因为我在想未来的出路嘛，出入还是出路啊。 Joyce 艾斯 Hello 新野人钱钱是不是超好，而且我记得法律系还要学德文，出路对吧，出路 XOXOLLL Hello台大发了吧，安安，我想不到你考试不上的理由，别这样，我就烂，我考不上，台大是什么？啊，因为其实我现在蛮向往，就是集中面对一个学校。安安日文很好，不想有啊有啊，我就是因为刚好那个那所学校的日文跟法律都很出名，对，台大就只是台北的一所学校而已，可是是 top 的大学。嗯，冠宏是吧？就是，嗯，阿米 ，Hello， Ultraman， 谢谢阿米送的玫瑰。不用选，除非是想选啊？真的吗？因为我之前有问嗡嗡，然后嗡嗡就说法律系很累，还要学那个德文，因为我们就是听说我们的法律跟德国是有相似之处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妹刚好是读东吴，
因为那里的日文听说很不错。我有没有想过？真的吗？嗡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他什么就嗡嗡也就什么都会啊。如果对我也不会让人家说，因为我会站在家里面先当。可是我刚刚挂掉了。哎，三圣堂，三圣堂也是学霸的部分吗？当我要念五年，好像还有发什么？对，我听说就是五年制嘛，可是它是国考率最高的。他的感觉是像法律系，有很操控，很操控吗？口才很好，很巧，口才好。汪汪的口才真的很厉害。我一直好想像他那样子哦，就是一直叭叭叭叭叭叭，都不会尴尬，就一直从头讲到尾。和 Hello， 要念文还是英？还要念英美法？哦，英美法。你说英文美语法语，英文跟美语，高中很是读懂分，看起来活得蛮开心，真的吗？因为感觉就是未来的出路会好一点，因为我自己是有在想说，偶像的生涯不可能是做着一辈子的嘛，你毕竟还是需要存活在这个社会上，所以需要一些基本的工作能力。可是因为现在其实工作很英美法律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哈，好笑。对啊，还需要一技之长，总不能说你只会唱歌跳舞这样子，要怎么办？你说英美法吗？好好笑。Hello， 乖乖，游戏，还是台北大学，可是更难啊。不是什么台正北东吗？毕竟每个性格都，可是这是该拼什么？我才高一耶，志祥，我高一耶，我只是先想了眺望远方的未来，先为我自己的后路做好准备。每个系都很好啦，那就说一下，嗯。因为现在是 IT 产业，就是电子产业比较吃香吧。可是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，有点困难。Hello， 小易，飞人鱼中勋，拿尼瓦田中斗地王 Joker。Hello， 三圣堂，不过念法律系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大家在晚上念书。啊，真假？因为我当时只是想说法律好像蛮酷的。Hello， 怎么了？当然可以学习健身嘛，如何喜欢我？你们不要这么撩好吗？一直撩，先去考东差日文水，就可以当安安学长啦。我在考虑东差的日文，因为东差日文蛮赞的，因为就是我妈是学日文的嘛，所以她知道说哪一间学校比较赞，就是如果要以日文的方向训练的话。我现在的目标是新大，但还没想一德，你才国二哎、欸、啊，等一下，新大你说中心吗？中心在台中哎、欸。哦，对，你是台中人哎，你大一我大三 ，Joker， 你那个学测考如何？森森堂说以前同学最喜欢打卡跨年圣诞，我在哦，森森堂刚才讲说念法律对不对？好吧，我再想一想，今天上台中人，对不对？今天有听到十二，那我可以到。学妹，哎、欸，家嫂几岁啊？修蛋几嘞？加油，那你很小。
对啊，义德你还很小哎、欸，你才国二哎、欸，读一个月就可以上大四了啦，上四大，哦哦哦，读一个月四大什么？我想什么？上大四，四大，可是四大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读书的料，有点困难。学霸巨巨 ，Hello 伊恩，北极星，46，满分多少？60。彰化人啊，哦，彰化，98，是彰化哪里呀、啊？嗯，哦哦，金城，刚刚打成岛，哈哈哈。嗯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那我可以学妹，怎么了？刚刚林一前辈直播，我知道，今天林一前辈直播 ，Hello 西西，阿 Kira，Hello 阿龟，阿 Kira 晚安，四大不难啊，多猜对一题就有，刮掉了哎、欸，还有点当当哦，有了，对，这种。嗯，等着，怎么了？郑香葵吗？没有落榜的，可是还是很厉害吧？就是不是学霸，西西是学霸啊。浩毅又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等一下、哦、我要来我的 48 group 的合集，怎么了？你在放哦，可是我想要放我的，还是要放你的？你弄掉了，好。今考财经专业英文25分。这是什么鬼？嗯，这个好了。四大嘛，可是四大硕超级，什么是四大硕？四大的硕士吗？哎，对，硕士，研究所。现在还是想我的会考要再念大学。对啊，先想想你的会考，要会考了呢。哎，什么时候啊？6月对不对？我记得没有，五月，对，5月。没有延期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只是缩范围。哎，不知道是今年变难，还是 Hello 早葵，还是101，应该是今年会变难吧。四大可以，国中有认真就可以考上。嗯，等一下是我姑这个问题吗？谢谢西西送的玫瑰。Hello 翠翠，德全 ，Hello， 晚安。Forever， 以后要念什么你就当他学弟就好。可是你们不会知道我念什么、啊。胶原蛋白。谢谢，Hello 星野人。啊，手机要充电了。五月哦，家嫂会考生。为什么我觉得我这边的年龄群好像蛮低的，蛮好多好多国中生。五月底的时候20号吗？17，哎，今年是17对不对？16、17的样子。Hello Coco AB Play， 哎咻，我要拉安榜第一名一起。第一名，你说中哲吗？有姓名差吧？你会想考法律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吧。只要全部学完你们毕业就可以当学长，全部念过，全部念过。我很老，
抱歉，没有没有，大家没有老啊，只是有我们这边有一些孩子们，我就老人，我就高中生，差不多三十岁还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上次有讲说几岁要叫叔叔对？几岁啊？哦，对啊，看脸的，我说看脸对。拉高平均年龄，很抱歉，没有，不会。万一你去看队长，就不会觉得自己老。但柯柯不是，哎，你们不是同年，我以为你们同年呢。家嫂，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呀？又好意外哦。博弈 ，Hello， 孩子，对啊，孩子，孩子，我就大学生。旋律，像是 IKEA 哥，就是哥哥。IKEA 是那个27哦，是吗？不知道。AB Flay，Hello。我大家嫂4岁，家嫂我猜一下哦，15、14、17，几岁啊？17、18，就是柯柯说他大家嫂4岁，家嫂是国三的话是15，算15就是19或是18岁，我们算18岁。IKEA 叔叔没毛病，IKEA 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是叫叔叔，IKEA 叔叔。我的心智能跟安一样的，顶多比玲玲高一点点。认真，心智年龄，大家对我看法是成熟还是小屁孩？因为我以前要怎么叫 ？Happy Love？ 哎，我对了，我那天忘记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我有看到 Happy Love 叫什么啊？我真失忆。等一下 ，Happy Love 不是也是叫翔宇吗 ？Happy， 对啊，对啊。哦，然后上次有另外一个称呼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有点忘记。你感觉蛮成熟的，真的吗 ？IKEA 哥哥小我12岁吧，12、28、28，哎，1、2岁。小我1、2岁吧，1到2岁，对不起，1到2岁就30左右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刚算什么数学？我刚刚说30减12等于28。那叫他 IKEA 爷爷应该也没关系，可以试试看。我们等一下等 IKEA 回来，我们就是说 Hello IKEA 爷爷，小模仿 Hello。介于两者之间，没事。介于两者之间吗？成熟与屁孩，心智比玲玲高就很棒。然后玲玲看到直播就傻眼，玲玲傻眼。快乐爱享誉，咩咩咩，咩咩羊。正版小其他都是盗版。原来如此。Hello Jeff，IKEA 哥哥嘞 ？IKEA 哥哥去送人。对啊，我才发现还有3个功课。好，一德加油。真的 ，Happy 才23、24，真的吗？数学重修了，我的数学重修哎、欸，我数学重修哎、欸，我傻眼。玲玲很常被我呛啊，被你呛吗？玲玲有回什么吗？北极星 ，Hello， 1996的，1996没有老吧？安安有报名重补修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所以我原本直播都是礼拜三跟礼拜六，可是因为现在礼拜三要重补修，所以就变礼拜二了。Oscar， こんにちは。好客，好客值，好客值得一修再修，我难过。我不想要，重补修真的很累。Hello， 代代，高中被当即可没关系啊，干嘛要全国？能毕业就好。可是
现在学分毕业多少？150。一百五，我现在多少？好像才二六哎，160吗？不是150吗？二起身，对，你后进，这是日本人吗？对啊，我才高一，所以高一这样很不行啊，正因为我高一。高中被当一堆东西，我地理跟地科，是地科吗？物理、地理、物理、数学被当，可是我地理跟物理可以补考，所以我有考过，所以就数学直接拜拜。老师真的超过分，连让我那个补考都不愿意，不行啊。你们现在可以自己选科对吗？不行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是有分，怎么讲？有选课的也有必修课程，像那种国英数字社一定都是必修课程。放心，只考数学顶标，大学时数学也被当顶标吗？我有听说今年数学，阿 K 啊，好像，好，没事。Hello Moon 369。每科每次都考不久，我也是，而且，我只有那个公民是欧趴，谢谢玉超送的 love， 谢谢。我现在150就拼三项，原来如此，我以为是150过哎，不是150吗？108不是150，我对二期生很陌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 的二期研究生作家安，然后这是 IG， 欢迎大家追踪这边，欢迎大家追踪。只有一颗被当掉，就是伤了女生。我只有被当掉一颗，就是伤了女生的那颗心。为什么你们可以那么多那种撩撩的？我才不会被撩到呢。阿 Kira 哥哥也是学霸，跟西西一样，真假？我是理组的吗？不是，我一定是文组的，我还没选呢。可是我一定是文组，因为假如说我大学要念法律跟日文，一定是文科的，因为我光数学这一科我就注定我没办法念自然组。谢谢家嫂送的蓝色应援棒 ，Hello 翔宇。不学霸、超普通，通常学霸都不会说自己是学霸。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我也想当学霸，带我。学霸，我没办法当学霸，无法。我一定是社会组啊。太多留言了，什么？良好公民安安。Hello， 易德，阿翔。小谷，那礼拜天见，好，拜拜，加油，考试加油，会考生加油。我本来也想念文组 ，UQ 被妈妈硬填三类教学，三类组，三类不是药学吗？是吗？医药学，假祥玉，一堆祥玉，到底谁才是真的祥玉？我觉得可以做一首祥玉之歌。小野庄 ，Hello， 你才是假的，我是假的祥玉，我是真的祥玉，我是一真的家人 ，OK 吧？我们高中有三分之二的班级都是三类，不读三类很奇怪，原来如此，这么多三类吗？我们学校好像反而没有三类。不是是高分，不会是全国，因为物化太烂。我都不 OK。我就是文科比较好一点。谢谢科科送的幸运四叶草。佳安，希望以后看到你的文章有一个博主一种留言。
我有注意到啊，你看，蛮多的，好赞，然后好放闪之类的。莲雾田吗？黑金刚？不是，什么？还有罗中哲。Hello， 北极星，你有看到一堆怪人流一样的吗？哎、欸，你好，是这个吗？哦，谢谢中哲送我告白气球，不用看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蛮喜欢看。北极星，我今天出事了，不要跟我打呼啊！没关系，我想要打招呼啊，我最喜欢打招呼了。Hello Hello， 信婷，谢谢北极星，知道吗？谢谢北极星送的数码相机。Happy Love 哥哥，本人蛮帅的，真的吗？祥玉，你会来握我握手会吗？你会来握我的手吗 ？Hello Yukai。Happy Love 真的帅，口罩帅哥祥玉，口罩帅哥，是戴口罩比较帅吗？还是？哦，而且现在不是那个因为那个吗？疫情，然后结果现在普遍颜值上升。现在你太快买过，下次再握你。你的你，你妮的粉丝吗？母汤 ，Hello 招财吗？你的没得填了啊！到底是谁？好期待哦！你问阿潘知道是口罩帅哥响应。哎，Happy 你上次有来我们的那个吗 ？Mini Town， 我们 Bellflower 的。安安是什么社团的？热音社。守护星流，沉鱼落雁。噔噔噔。真的，你太快就满了。真的，真你。我也是耶，好的，好的，好哟。新野人 ，Hello。而且我去撒库拉跟 Daisy 了，下次可以，这礼拜五抢票对不对？是吗？等一下，我想要在我电脑加一个捷径，直接去那个，直接可以去官网。我有去，哎，有吗？哎，这里哪一个才是祥玉的、啊？等一下。这样子会搞混，这是什么？书签吗？新增视窗吗？不是哎、欸，等下我电脑有点白痴，是书签吗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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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成，谢谢田中斗地王送心心相印。刚刚不想按到在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不如买熟识哦，押韵呢。Hello， 古早味，我要叫安安去跟一阵走，这几天超乖的，一阵会原谅我的。现场查表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现在在看官网，我在看那个，不是什么4月13抢票是所以是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抢票是？对啊，礼拜五嘛的12点。
Hello 托鲁奖。对啊，礼拜五抢票，大家来抢！我们是4月13星期一的晚上7点开演，大家来看哦。我们 Bellflower， You need Bellflower。Hello 国树，抢起来，吃土吃起来！我看一下大医生，这么老吗？认真。可是我觉得本人应该看起来比较嫩一点，好，没有啦，好像其实差不多。很老吗？哪有老，一点都不老。我才16岁，我是青春的16岁。我如果会去就是去看风铃草。真的吗？谢谢国树。看一看，永远15岁，永远15岁，因为上次没看到，就哭。好，国树，我们等你来。膝盖帮。